集结两岸三地众多实力派唱将的节目《我是歌手》在台湾推出短短二十分钟的浓缩精华版，由主持人张玉以浑厚的歌声率先打头阵。第二季的歌王含泪则以脍炙人口的经典老歌，让台下观众听的是如痴如醉。我总导演洪寿也一时寄养，小唱两句。不过面对平时折磨歌手的总导演在旁，张宇忍不住破料他们录制节目的秘辛。在彩排的时候，我唱完了，他就跟我的助理说，你叫他站要站好，唱歌要有个歌手的样子，他管选歌，管穿衣服，管头发怎么弄，什么都管。拥有广大支持者的杨宗纬则是压轴登场，再次以他独特的唱腔证明自己的演唱实力。YES娱乐新闻中心特别报道。